入小分子蛋白更好吸收的优萃有机奶粉，未来无限，超越时刻。第一位入场的学员是何洛洛，有请洛洛。洛洛，哇哦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 ！Come on！ 加油！你看他的眼睛，哇，好真实这个。加油！加油！干下就完事。紧张，第一个。上一集我看了一点，观后感就是导师非常严厉。为什么摔得那么假呢？导演，不要赶我走了，演啊！舒服就好了，那就是最舒服的自己。你们到底懂不懂？不要吵架，不要嗌交。就是职场上 HR 面试门外的那种心情，感觉死亡的记忆又回来了。老师好，老师好。各位老师好，我叫何洛洛，今年22岁，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，是22级的学生。这紧张死的。对。我需要转圈吗？不用。啊？就是自我介绍完了，要看一下每个角度。哦。OK。啊，你可以靠近我来这边看一眼吗？可以可以。你有涂口红跟？啊，对对对，但我可以擦掉，都可以。超严厉的，我的妈呀！哦，好吧好吧，我只是问一下啊，不知道为什么男生都会用这样的化妆啊。你舒适就好。啊 ，OK。我没擦，我没有，我没有。我是在2019年是以一个歌手的身份出道的，然后2019年我收获了很多的朋友、家人、哥们儿。这关表演什么事？来，快点。更紧张了，站在上面。哎呀，好好。然后这是我的参演的影视作品，然后我有一个小小的目标，就是拍一部校园剧，甜宠剧就是，不是，就是非常青春活力的，穿着校服的那种，在阳光下背影的那种感觉。好，懂了。然后就没有了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我想问你啊，这资料上说。你是2.5次元的人物，我其实不太懂，你可以解释一下吗？是因为我之前出道之前有一个名叫何洛洛，他是有一个同名漫画的，这个漫画是2次元的。那我其实本人不叫何洛洛，把我当成何洛洛去饰演工作啊什么的，所以就别结合成了2.5次元。听说你们公司前面还有一个何洛洛，你是第二个何洛洛。哦，是的，我是第二个。那你们公司往后还有第三个何洛洛吗？有可能会有第三个。那你怎么办？那我就失业了，可能。那你一旦不是何洛洛以后，你之前所有做的事情不是白做了吗？你在替一个虚拟的形象在活着呀。好像是有这个道理。我当时太紧张了，我解释。自己都觉得嘴巴秃了皮的那种，太难为洛洛了。来告诉我你的本名叫什么？我的本名叫徐一宁。好，让大家观众认识你。好，徐一宁，你好。你好。好，谢谢，谢谢老师。哦，这叫徐一宁。这个好，这个好。你今天有表演吗？有唱歌的表演。来，请。来，请，请，请。打不开又关不上的聊天窗口、情话说的一般，那算不算拥有、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
我们不是现在在听你唱歌你有多好听，只是想听到你唱歌的时候你是有表情的。歌手也唱歌的时候应该有戏。好，再试一次吧。再试试吧。好，没事。打不开又关不上的聊天窗口，情话说到一半，那算不算拥有？若有似无的触碰，是偷偷脸红。谁主动谁放纵，是隔岸观火。别太冲动，是我不懂。其实对啦，对不对？哎，可以。歌手跟观众是有互动的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给你出一个题好不好？就是如果说你谈恋爱了，你给他买了一支口红，可是他没有涂过口红，你会怎么帮他来涂口红呢？这个是一个表演哦。啊，我现在演吗？啊，对啊。要不要请一个你的战友一起帮你演？如果可以的话。那我替你请一个你们同校的这个徐若涵吧，给你来搭档，年龄也比较接近。若涵在隔壁对吧？啊，我啊，先不紧张，先来。好刺激哦！就随机挑演员呗。晚上好，若涵，请你为我们洛洛搭档一下，你就演他的女朋友，回家发现他会给你一个惊喜。即兴演出，预备开始。节奏可以浓缩，不用太撑的，往前走。是不是可以甜蜜一点呢？啊，OK， 洛洛，女朋友来了，敲门。你在干嘛啊？刚敲门这么久，你都不出来接我。我刚刚，哎，让我看，看你干嘛啊？你涂口红啊？谁给你的口红？你好厉害。我看你最近一直想买这个口红，然后我给你买了，但是我又不知道如何给女生涂口红，所以我别哭嘛。我笨蛋。口红蹭衣服上，口红蹭衣服上。哇哦！好甜呢，我的妈呀！那我给你涂一下。好，紧张啊！别躲了。哎呀！看，很好。哇！哎，若涵，你要知道你是助演的，你不要演得太好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谢谢你啊。好好，谢谢。我走了，拜拜。谢谢若涵。考核也进行完毕了，请问各位导师有没有想要给红卡的意愿？我想给。我觉得洛洛不错。我现在不想给了。不想给。不想给那个女的。她演戏我觉得还是嫩了一点。嗯，对。因为我觉得她有及时的反应。就你刚刚看到那个女孩进来，你会有反应的，不像一个很新很新的演员。但是刚才的反应都是女的主动给她，因为没有女的一个人的时候就很尴尬呀。那不为什么不赞美那个女的，她没有主动过。现在是他的主场，所以我多赞美你几句。因为其实他刚才他演的是他自己，就是他有点害羞。其实我喜欢害羞的男生，就他没有那么猛。好了好了，给了好吧。
对，因为静姐，如果你坚持的话，那这张红卡就要给出去。总共有19个人，对不对？18个人啊。哎呀，你第一个出来太不占便宜了。他还。